下是还蛮沉重的一首歌，因为有个朋友啊，就是自杀，然后就觉得很难过，然后就写了这首歌。然后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打开那个 Facebook 的粉丝团，就像我现在一样，哦，现在是开放用手机的时间，然后就在上面打余文秀，余天的余，文章的文，跟我一样。秀气的秀，然后一个档，然后小鱼版，然后就会找得到我了。然后我连看到我的赞有没有增加哦。好啦，这样就因为我最近其实比较少在po文，因为我最近又在写歌，写歌快出来。嘿该，该不会这首歌不能唱吧？大家有人要跟我聊天吗？可以双手并用。按过了怎么办？是哦，按过了，那就不要再按字。哎，有这么远吗？发生什么事情啊？哦，我看到了。好，来喽！天哪，好远哦！我就看不到歌词哎。我看一下有没有办法，这可以放吗？我也看不到，我看一下就好了。好 ，OK。真的是。